Coco 早餐，Today's special，special 实时,时入扣，实时,时入扣，七点三十三分十七秒。今天呢，c o c o 早餐呢，大清早我就很高兴，因为等一下 <laughs> 不是因为要见到你。 是，也是的，有一个更辣的，因为我们等一下要跟何秀柱这个姐姐姐妹，所以我们要你要那个找一个青里给她吃，真的好啦。但是林家商也是啊，十足可爱。林家商每次害我吃东西，然后还花钱钱。我喜欢 Coco 姐笑开的那种脸，就是我现在决定要做温柔婉约的 Coco 姐，泼辣的 Coco 姐把她干掉。跟我们的秀柱姐姐比起来，你永远是温柔婉约的。好的，今天的东西温柔婉约吧。你下礼拜。 在搞了一堆啊韩国的料理给我们吃，啊啊、那个三元花园是不错。哎呀，这个韩国料理店布置成那个样子很，很、嗯、而且你知道它的 location 其实是在内科，内科，所以那边的这个餐厅的客人都是。 都是年轻的男女啊，新贵，而且旁边其实有两间电视台，对啊，走路就到了，对啊，跟那个啊好多台哦，那个往往走都是是啊，所以说媒体人也挺多。女生那个如果想找男朋友，我觉得去那边三元吗？嗯，因为那边很多男生还帅。可是你没有坐在那吃，因为他的服务员大部分都是韩国人，韩国人呢都有带着韩国口音，对啊，撒拉嘿哟，对。 欧巴，我要来一个人生机。我以前以为你叫欧巴，好像但亲爱的也叫欧巴，是不是？没有，他就只要是男的都可以叫欧巴。那我就叫你欧巴。哎，对，你可以叫我欧巴、哦。好的，嗯，欧巴，<对>今天我那,那我叫你欧尼。欧尼，欧巴，今天吃什么呀？今天要跟大家讲，因为最近加仓的作息已经通通调整成观战模式了，<laughs> 啊、因为 NBA 已经进入了火辣辣的最后。那你要干嘛你都半夜三更要去看篮球、啊？对啊，就五点就要起床啦。然后呢？然后现在起。 其实我告诉大家，因为最近的赛事都非常非常的刺激啊，嗯、每一场不是最后的绝杀，就是要杀入延长赛。嗯嗯、所以说对于很多上班族而言，在键盘电视呃，在电脑荧幕前都非常的最近最后最后四强是谁呀、啊？呃，东区是老鹰，嗯、哦，然后巫师队，华盛顿巫师队，哦、然后灰呃，然后另外西区是四队，灰熊，嗯，快艇。 有灰熊勇士快艇，嗯，然后呃。 呃，有一队太弱了，突然想不起来。火箭，火箭队，就火箭离开林书豪离开以后，火箭队还进入四强，我觉得很好笑。四强都是二比二，很精彩，只有火箭一比三落后，所以那个传统的我们想的什么湖人啊、芝加哥什么队，现在都没那么，而且很多球星都快叫不出名字了，非常有哇，新陈代谢太厉害了，真的对。其实哎，这个好，这个是 NBA，但是因为林书豪现在到底在哪一队啊？没有，因为他在湖人队被卖。 合约到了哦，还没有拍到，所以说通常因为现在没有新闻啊，哦、你现在大家都在关注比赛，哦、所以这种合约要炒作，就是要等比赛结束。好，對,对，那所以说这个时候大家这么早起来，告诉大家，其实我过去曾经跟大家讲过，台北市其实有全世界最丰盛。 最美味的早午餐。嗯，但是在上个星期，六。上次世足赛的时候，我们曾经说过到哪里去<錯>去看那个世足赛。對對對然后上个星期六，我跟爱饭堂的 Cindy 有一个 brunch 的 meeting、嗯。啊。 让我在安和路发现了一间超棒的餐厅，是哦，是,是的，嗯，那我今天就决定来整理一下，<陡>让大家来试试看五间家昌最爱的早餐店，对早午餐哦，嗯、早午餐，嗯，那当然我们先，呃，这几年其实很开始这个流行的、这个、brunch，嗯，那 brunch 就是两个简单的英文单词所合成的，嗯，嗯有人不知道吗？嗯。 我不知道耶，那两个果然柔文啊，好棒的默契哦！嘉哥哥，你好有学问呢，请你告诉我，早午餐就是早餐加午餐哦，原来是这样，就是 breakfast 跟 lunch 的合合并，对 brunch，对，那因为早餐其实反映出来就是 you are what you eat 嘛，你早上吃什么，其实你就怎么样的，brunch 就是给那些睡觉睡的懒惰到半从大大日上三更起来的一顿早餐。 特别是周末的时候，<laughs> 因为你想想看，如果你每天提着蛋饼、豆浆到办公室去吃，你也很难有好心情去好好享受那、那個。你要看老板的脸色。没错，没错，很讨厌。那周末的时候，其实就是一个最好的时间点。<Yeah. S 1> 那当然啦，早午餐有几个是比较经典的餐点，加上。 先跟大家介绍一下哈，你先把那些传统经典的那个，像马英九带他女儿去的那些地方，先讲一下吧。<laughs> 现在还在真的双<胜>省，对、啊，<laughs> 就在圆环边儿。对 <laughs> 对，对嗯、那我先介绍几个餐点，是你到任何的早餐店都可以去试试看，这种美式的早午餐店。啊、嗯，法式吐司。 好，很好吃。班尼迪克蛋，好。欧姆雷特，好。其实就是蛋卷。嗯，<laughs> 那另外为什么有一种叫做美式早餐呢？因为它就是用美国比较常吃的各种的食材，嗯、包括了火腿、嗯、培根、嗯、蛋、香肠，然后还有，<书>我觉得其实真正厉害的。 薯条有三种嘛，嗯、薯角、嗯、薯块、薯条，嗯、还有 h u s h brown。啊，这是比较美式的、啊。对，就是用薯条，呃，这个马铃薯，呃，削成。 一丝一丝的时候，再煎成薄饼。啊、哦，好吃。对。但是每次早餐的那个那个盘子都是好像我吃一个礼拜的饭的量。o <laughs> 扣扣的脸大了，五扣扣姐的脸大了好几倍。对。可是美国人很喜欢吃早午餐呢、欸。因为其实早餐确实是一天的开始。他们就这样看报纸。嗯、六日早上，他们可以在咖啡店里从早上 <laughs> 看到。其实我觉得美国人看报纸不会在大家吃早午餐的时候，嗯、他们大部分聚在一起的时候都在聊天。嗯。只有香港人在吃饮茶的时候。 自己看报纸，嗯，因为就一个人呢、啊，对着茶杯，对不对。对嗯、然后，因为其实要提醒大家，因为早午餐的分量都不小，嗯、那但是要补充足够的纤维素、蛋白质跟维他命这的平衡的话，嗯、一定要足够的新鲜的蔬菜跟水果。嗯 安河路那边那个 NY b a g e 是二十四小时的，那也应该也是一个不让去你说安河路圆环对啊，那那个、对那一间是时、嗯、24、Twenty Four Hours。我早上来上班，常常<但>有小朋友才从那里吃吃东西出来，<laughs> 准备去上课还是准备回家睡觉？对，嗯、那因为我那天去，先跟大家破题一下，因为加上那天在安河路吃，信义路跟安河路口有一间新开的早餐店，叫做 Amber Cafe、嗯。啊。 我告诉大家，我在那里跟我们可爱的 Cindy 姐姐，嗯，度过了一个愉快的下午。Amber Cafe 这个是一个，它原来那个建筑是干嘛的哈？它就在 CH 在那个威顶的隔壁嘛。对啊，对啊。对啊。那是原来的林立美容院哈，然后后来又说，然后变得很漂亮。哦，对我最近经过那里看到那家边咖啡厅，我还觉得好奇怪。不但漂亮，装潢好，嗯，那一天又有鲜花，然后再加上餐饮。 都让我非常的 surprise。那老板娘<阿>叫 amber 啊，名字啊，害我想起我以前的 amber。你以前的 amber，那我以前的中。o h n 进广告，哎呦，我的妈呀！<laughs> 好吃的吐司都要吐出来了。好啦，等一下告诉大家，不让去哪些好吃的。amber cafe，乌噜木噜。狗 <laughs> 狗早睡。 欢迎收听 Coco 早餐。好。Huh? 我们两个人都回忆了各自初恋的，江跟 Amber，嗨，大家好。然后现在回来要介绍这个这五家了，对不对？Brunch 店哈，主要是因为啊，家昌说可以嗯看 NBA 篮球赛，那因为那个是时间啦，就是很多本来不早起的人啊，因为要看 NBA，就整个早起了，所以整个早午餐突然间也是那因为很呃，大部分的美式餐厅的餐点都不是挺细致的了。 对啊，所以我并不 prefer 一边吃一边看。好、哦、好，你宁可好好吃一顿，然后再<对>再，再或者是看完再好好吃。不过现在台湾吃，假日吃早午餐的风气非常盛啊。没错，看那个二楼开了那么多家。对啊，second floor 是很成功。嗯、然后有一个叫鲨鱼咬吐司。 哦，对哈，也是一样。像比较土司在高雄都还有连锁店，对，如雨后春笋般的，不不不冒出。所以今天加上要介绍的是经过他啊严选美食严选的，如果不好吃，对，那你就去找。找他对对。那先推荐两个在新北市的，啊，之前已经介绍过了，但是我提醒大家，他们持续的在精进当中，持续的脱胎换骨。有，对，第一间叫做早餐店，早是早寻的早。 哇，他挺酷的，也开了两间店。嗯、那新北市的这两个系统，包括了早餐店，包括了好出这两间都有一个共同的特色，它的价位光过一条桥就明显的便宜了百分之三十以上。嗯 阿为什么哪一家比较便宜？两间都便宜，两间都是在新北市。好粗，好就好吃的好粗。早餐店过了中正桥、福尔桥之后，不一样比跟台北市比起来都便宜三十 p 过这桥也要付三十块钱可是因为最有趣，搭捷运不用哦。哦好。三十 percent 不是三十块哦。哦一千块就是三百块喽。因为最有趣的，其实因为房租的便宜嘛。这两间店都不是在大马路上，都是在九关，九弯十八拐的。 巷子里，啊、但是他天天排队，从周一排到周日，不让去哦。对，要、哎、周二排到周，礼拜一不用排队。嗯、所以大家礼拜一也不用去，嗯、因为礼拜一休息。对哈、呃，为什么好吃啊？因为第一个它用料实在，嗯，第二个它装潢没有随便。我觉得他们已经抓到一个重点。嗯、过去有人告诉我说：“哎，我不要把钱花在装潢，因为我要把所有的这个成本都投入在食材。”错了。 嗯、你要让消费者有一个舒适的环境，愿意来，哦、而且一来再来。嗯，关键美味的餐点一定是最基本的，这个叫做 basic。嗯，但是你要 plus 的话，你就必须要有一个舒服的环境。嗯，所以现在的思维已经慢慢调整，它没有要华丽铺张的一个装潢，它只是要一个舒适，而且是可以合理价位的。嗯。 这个餐饮的提供，嗯，品质好，嗯、他们就愿意常来。啊，所以说，呃，过去大家有两个极端，思维，要么就是，哦，我随便弄一弄，我卖的很便宜就好了。嗯、然后另外一种就是说，好，我要装潢的很漂亮，然后卖很贵。嗯，那这两个现在都走入了一个极端，而且是一个很辛苦的市场。哦、好，现在真正的主流就是年轻人的思维，像我们去吃肉，T、ow, 他。 当然比一般的贵一点点啦、啊，嗯、但是他花了很给你一个很舒适的环境，嗯、那就是一个体验。对，用餐不是嘴巴吃而已，嗯、眼睛看的、耳朵听的，甚至鼻子的气味，嗯、都是一个完整的五官的一个感受。就叫饮食的文创价值。因为 Coco 姐去日本就知道了，对，他那个再加上背后的故事，对，那整个加起来就是一个完整的、一个。 小旅行是的，吃顿饭其实就是一个这样的体验，是的。然后也是要劝大家，吃饭的时候还是要把手机放下来，哦，好好的享受。不是啦，你可以照很像，然后好好的享受食物，好，然后好好的聊聊天。我有，我有。吃饭配。之后，我有改变以往的坏习惯。我真的觉得吃饭配话是一个绝佳的一个体验。好的，对。那因为跟大家讲，包括了好处跟早餐店。 总共四间店已经在新北市掀起了风潮，因为大家知道哦，原来你可以收稍微贵一点点的，嗯、当然不是极贵，嗯、但是你要给大家一个好的餐饮跟好的环境，还是没事的嘛，对不对？也是没事的，嗯、就是我刚刚介绍那几个，然后再加上每一间店都会有自己的特色，例如说，诶，有人早餐就可以让你吃到很好吃的松露薯条，嗯，有人早餐就可以给你吃到手拍的汉堡牛排哦。 这种都是每一间店会有特色。好，那刚刚讲的包括美式，包括发是图司、Benedict、omelette，这种都是基本的，对，基本的。好，那这两间店早餐店跟好处建议大家去过之后就能够体会加餐在这里的心情。这是在新北，物有所值。是永和吗？呃，板桥。哦，板桥。主要都在板桥。对，然后呃，每天排队。哦，好。对。 那另外三间呢？我们先从安和路这一次加上体验到一个非常愉快用餐经验的 Amber Cafe，它是一间两层楼，在安和路侨、嗯、福,福大楼对面，对，而且就在捷运口。 呃，信义安和对，走路就到。嗯，那它的环境非常的舒适。嗯，位置与位置之间的间隔，嗯，也非常的，就是呃，一的人。可是那附近有一堆，你都介绍过好几家，什么 Sugar Bistro 啊，还有什么信义路上的啊，是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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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那间真的，这一间让我非常的惊艳。好。而且它一大早就有什么吃，你知道吗？鸭肝和牛汉堡。鸭肝和牛汉堡。是的。早上啊。是啊。哦，那老板是干嘛的？ 那我真的我还没有摸到老板球、哦啊、我那次从大饭店出生啊，怎样我真的，我那天去玩，我只告诉大家，那绝对是一个非常非常棒的用餐体验。从一进去的花卉，一进去的整个氛围，再加上整个空间感的设计，你都会觉得这真的是一个好棒好棒可以吃早餐的地方。然后最重要的是，你会发现到在那样子的一个黄金地段。 嗯、你只要选对时间去，嗯，你也可以得到一个几乎是完全属于私密的空间的一种感受。嗯，我那天跟辛迪约早上九点半，嗯，结果我迟到了十分钟，九点四十才到。嗯，但是整间店仿佛是我们两个包场一样，啊，好舒服。啊 就是、是因为 Cindy 长得可爱呀、啊。嗯、<laughs> 不是，是因为总共包括内外场有将近十个人在服务我们的，嗯、然后我们点的餐点每一份都热腾腾的。刚讲的鸭肝和牛汉堡，还包括了他的总会三明治。嗯，然后 Cindy 点了一个很厉害，用哈帕一个铸铁锅上的一个菜，它、嗯、上面就是 hash brown。哦，真的哦，那还蛮<是>那个，蛮经典的。那最后有一个是 Coco 姐一定喜欢的。我的发式吐司。不是，是。 帅气的意大利主厨哦，这个更重要，<laughs> 那可以把吃掉吗？呃、我我我不行，我我不行，我是吃菜，对对对，<laughs> 没有，就是他主厨挺帅的，我有看到，哦、然后那、啊嗯、个。 Amber Cafe 是他的主厨是意大利人，他的规格我告诉他就是大饭店的。那他到底是用哈早午餐为为这个？我只吃了早午餐了啊，中餐我只吃了早早午餐。那因为呃，我经过了好几次下午茶的时候，因为台北市已经很少在那么热闹的地方，还有一个小漂亮的小庭院。不过那个地方好处是，它其实信义路那一带。 的餐厅还有待开发，而且<是>它现在交通非常好，应该还不错。<对>嗯、我喜欢了，<好>那推荐给大家。<Denver> Day, 然后它的装潢有点。 白底吧，是不是？你去了，你一定会喜欢。我觉得不是它装潢像香奈儿 Number Five 香水的那个包装，对不对？很像，就是白黑高雅。我有经过那里的时候，我就觉得，哎，怎么更香奈儿香水一样的一定要去试试看。然后 Amber Cafe，然后信步走安和路，再走一小段，快到仁爱路，会到家仓的好朋友 Jerry 秋开的 La Rose，也是我很推荐的。La Rose 是跟法国 Jerry 就是荣安秋的儿子，对对对对。La Rose 他那家。 其实不便宜，但是他生意很好。据说他说，因为他的面粉什么什么牛、啊、奶奶全部发过来。呃，大家知道他其实是法国米其林三星餐厅的面包提供的师傅。哦，是哦。所以来台湾开了这间店。哦。就是法国的米其林三星的餐厅有四五间，全部是所有的面包都由这位面包师傅去提供。他有早午餐吗？他店蛮小的、啊。小小的位置，小小的，但是。哦 有位置可以坐，有位置了，而且有早午餐可以哦，它有厨厨房，有简单的，嗯、哼哼哼并没有办法提供太复杂的东西。在人爱国小对面。但是它有很多好吃的呃面包。中还国小国呃，其实就反正就妈妈去接孩子的时候可以去吃下。对对,对对对，那这个老老实是我也推荐的 <laughs> 他的面包是嗯、呃，我记得有一次 Jerry 接受一个呃访问的时候，嗯、就他说他们真的是。 多顶级，多顶级！們面它面粉也是飞机来啊，对啊，就真的是法国最顶级的杜勒小麦 <laughs>。那我们那个岔开这个话题，<是>有必要吃这个坐飞机来的面粉所做的甜点呢、啊？或者？可可姐说的很好，但是他的 T A 就是那样子。我们现在吃得到野上师傅的面包，吃得到五宝村的师傅的面包。对，如果你要吃正宗的法式 b a g u e t 难道你要他用台湾的小麦粉来做、哦？所以真的要用法国面粉。如果你想要吃那种真正法式的东西，哦、包括 Croissant 跟 b a g u e t 这两个就是可颂面包，还有这个法式的长棍。嗯，其实要那样子的东西，包括法国的奶油、法国的面粉，嗯，才做得出那样子品质的东西。所以，拿肉食它有一定的。我觉得这个社会是分众，我们可以尊重各式各样的美好存在。肉食是你的阶层吃的，那我是吃那个，我是吃便利店，我是吃肉松葱面包。最后一间也是我的私心最爱。我跟大家讲，因为在这个乌罗马。 我先考大家会不会拼这个单字啊？乌鲁乌噜，我们去，我们访问过他老板呢。乌鲁乌噜是我以前以为他是一个什么那个老板，突然有天唱歌唱出来的。是是，澳洲的。原来是一个港口的名字，澳洲的港口嘛。在雪地。那且乌鲁乌鲁里面的嗯服务人员都好帅呀。又帅又年轻。然后小狗还可以放在地上。对，嗯，他们非常尊重小狗跟小朋友。对，对。 小朋友都小狗狗放在地上，但是它就趴在地上。然后他小狗狗还可以坐在娃娃车上。是，它在二楼有一个空间，嗯、在阳台哦，可以做展览。呃呃，对，也可以做展览。然后阳台外有一个可以更更活跃的空间，小朋友可以跑来跑去。它东西很好吃，都手做，这个是我真的很佩服居民。不用手，其他店用脚做吗？其实很多是半成品。<laughs> 那因为要这个，哦、对，有一些店哦，它。 没有厨房的，我不好意思讲哪几家店。是是是有一些店，他的大楼管委会不让他开厨房，<对>所以他做出来的东西不餐厅。不能用瓦斯，只能用电炉。<laughs> 我都好佩服那些店 <laughs> 那因为乌龙面，让我佩服的，从食材到那个都自己来，因为他意大利面的意大利面。<laughs> 哦 嗯、面体的本身也都是用自己做的，他们咖啡也是自己的，不是吗？咖啡自己烘自己弄<己>、哦，然后自己 Jerry 呃居民因为是澳洲回来，所以他代理很多澳洲物超所值的好的红白酒。你那个老板哈很有理念的这个有理念，那空间又舒适，两间店了一间在富锦街，对，一间在新一路，但是富锦街每天都只开到晚上六点，所以你要早一点去。嗯、哦。哦 对，然后、哦、乌鲁木齐路很早就开了，所以下节目都可以去。信义、啊、路就比较久，信义路几乎是到半夜，所以它离 Amber Cafe 也很近啊。对，那里其实是热闹的地方，离信义区也近。我觉得那一带好好的发展，搞不好，因为那边有好多那个，嗯<是>、呃，早午但那里房租贵，所以你一定要做出特色来。嗯、的麻烦哈、哦，是啊，像我们家楼下那个 One by Two Go 突然不见的。 一个 burger，burger fit fit，不要我去探索一下，回来再说。但是你讲到法式吐司，其实法式吐司是美国人吃早餐的经典呢。呃，是啊，不是法国人哦，不是法国人，是法国人在美国人的早餐。可以介绍一下吗？好啊，我来收集一下台北市这五星级饭店都喜欢去吃。没有问题，祝大家有美好一天。谢谢嘉昌。